店里来了一位小仙女挑手装用品，妈妈给了她45秒的时间，看看在店里能挑多少东西呢？感觉好紧张啊！上来就拿阿卓贴纸。45秒跳了这么一大筐，感觉妈妈要破产了。接下来开始结账吧，你们猜猜他这一筐选了多少钱呢？结完账要开始抽奖品了哟，明天还有最后一天。看看，小麻薯整循环，人物贴纸一张。谢谢小黑你的支持，欢迎有时间再来玩哦。